我是赵康，欢迎你回到中天大哥的现场啊。这个二次精改哈，今天检察官也在查，在收金控公司。不过我们先看，光看这个案子红火，但搞不懂红火什么东西，红火火红哦。他这个兵分两路，二次精改呢，中信金插旗兆丰金，而且这个好像还是陈水扁把他们找去，把那个辜仲亮他们找去，问他你要不要玩大的？你以前玩那个小的，要不要玩大的？啊、哦？那他们一听当然要玩了，哎，而且你不玩别人玩去了，哪有不玩的道理？而且这个都是礼貌上征询的，就是叫你玩了啊，玩大，然后玩大了以后呢，中信插旗兆丰金后，他们利用香港吧，红火公司海外公司，然后获利了10亿元，好，这个案子当然现在也在办啊。然后呢，这个获利10亿元以后呢，有部分获利呢就回到中信金弥补购物的损失。什么叫购物损失？在这边再谈。好，红火公司部分回去弥补损失，部分呢就透过都到了扁家的海外账户，这是一个一路。第二路呢，澄清湖高雄澄清湖以前大贝湖有一个购物什么哦屋呢，就有一个哈、哦、叫做清美公司，是郑生池的妻子跟女儿成立的公司。这个公司有一个房子，取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高于市价，用8亿4000万卖给泰通公司。泰通公司就是顾仲亮的好朋友陈俊志他们成立的，然后呢再用9.8亿卖给中信集团，这中间都有差价嘛？那我为什么要付这么多钱买呢？然后呢，价差的钱呢，就用现金一部分转手有上亿元的差价进扁家，一部分提着现金进入官邸孝敬扁家。这个是很精细的这种设计。那当然，辜仲亮他们被起诉的时候背信了，对吧？弄了半天，最后发觉这个钱很可能相当搞不好全部都是送红包给陈水扁了啊、哦！等等，搞成这样。来，陈伟你怎么看？第一点哈、哦嗯，我想你要先讲购物，购物再先红火再好吧？红火为了赚那么10亿，也是要补那个，弥补购物。所以第一点呢、哦，就是财团这么大。也一下子筹不出那个笔钱哦，所以才先去买那些房子啊，搞东搞西的哈、啊。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些钱没办法交代，所以才去搞红火嘛。哦，所以这个东西的情况，你要给汇款哦，都要经过包装设计。对，要让这个收的人安心。好，那所以我在笑你什么？你知道？笑什么？不是财团没有钱，他是不用自己的钱，用公家的钱。那当然了。所以这个就是外行啊。我跟你讲，这个辜仲亮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原因。就你投靠了黑手党之后，不准再去参加另外，不能跳船，不能跳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想去国民党，靠国民党不行。原来他们属于什么党，大家都很清楚嘛。那你现在因为8年是陈水扁执政，是老沈以前那个党执政，你现在准备跳船，跳过去就是要心甘情愿做到底，而且要加倍奉献。加倍奉献。如果你的背景不管是外省籍还是原来是国民党亲信，你要用斩一只手杀一个人来证明，你跟。你歃血为盟，对，嗯，这永远走到底，走到一半到1/4了，一看形势转变了，要准备再找另外一党，对，找另外一个黑手党，或者找什么爱尔兰人来帮你的打黑手党。所以吴主任把他叫去骂到哭，那就对不起了啊，那个对不起的非得要办你到底位，这是很简单的杀鸡儆猴给大家看。吴主任讲说那个无他一意的人要把他杀死的，所以于正先生是够意思的，他就是报了夫人之恩，报了陈水扁之恩，一毛都没拿。这是黑手党嘛？那个钱是因为不要拿自己的钱，是拿公家的钱去弄，就这么简单。老沈啊，你跟世界，如果陈水扁真的有把辜仲亮找去，跟他讲说你要不要玩大的，那这种哦，他就是跟那种已经是堕落到跟那个贪污的警察一样。因为总统照道理来讲的话，你帮人家忙人家送点政治现金，这大家没话讲。那也贪污的警察是怎么样？有的辖区里面没有特种营业，有的警察是不是跟特种营业业主讲了？哎，你们要开几家？不开几家的话，他才有收入啊，规会要送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我说，所以反对不是什么总统怎么收点钱不行，那都不行的。没有，我是说以前的政治现金，你说这个更恶劣了。你有帮人家忙，不能主动去要嘛，对不对？这怎么堕落到那个地步？我本来因为前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一直在讨论，就是辜仲亮回来的价值在哪里？红火案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在过去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很多的案件的侦办呢，它都是先出现一个小的破口，就像国务机要费是从那颗钻石开始的，慢慢的把整个国务机要费的拼图李慧芬啊，同样的就是说整个的二次精改或者陈水扁真正的就是说贪污洗钱这部分来讲，是从一栋房子开始，那个25层楼的房子是
里面关键中的关键。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而也提到郑生池为什么第一次被约谈之后就是以被告的身份被内情到那位，大家都不知道郑生池是非常关键性的角色。郑生池在约谈出来之后，媒体讲就是他等这些人等很久了，他难道只是等这么简单的被约谈的动作吗？就只是因为中金金插起赵峰金，看表面上看到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这么的单纯。好好，今天为什么去收金购叶龙兄？这个我倒是讲，我不晓得。照道理来讲，哈，这个案子已经在收尾的话，怎么又去？已经这个案子的话，除非是顾仲亮回来讲出什么新的东西，或是或者这样杠上开花，需要去找有更好的证据可以找出来。不，照道理讲，在我的印象中，哈，不应该还有这么大规模的搜索。好，但是三个检察官今天来，但是如果今天的搜索，因为大家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特侦组去搜索，又说未查出不法，真的还是假的？要不骗你障眼法，谁也不知道。这个很难说，因为搜索叫秘密，搜索不能哦。上次就是搜索谁，今天到现在我才不告诉你搜索谁，都不讲，这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那还有新案子吧，就这样，就看什么时候约谈郑生池就知道了。金控，我觉得金控这东西好好查，这个时间点不应该再去开始接案，不需要一次。他的赵峰，我觉得是这么讲，我觉得郑生池。